听完这么多精彩的节目后，我只能说，音乐真的是上帝给人类最珍贵的礼物。对呀，有时候音乐就像我们走过的旅途，华丽的中式奏是路上令人屏息的美景，磅礴的和弦是我们踏过的足迹，旅途的终点可能是令人意犹未尽的惊叹收场，也可能是渐趋无声无息的一缕青烟。有时候轻轻哼一首歌，你就能感觉到你正穿梭在思绪中，带给我们最需要的表情。就如同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四首好歌 Happy Together、 屋顶、 听卡以及 The Fountain of the Opera， 每一首歌都诉说着每一则心情故事。而今天即将呈现在大家眼前的是经过同学们集思广益并融创作于歌艺的成果，就请大家敬请期待吧。今天带来的第一首曲子 Happy Together， 原唱为 The Turtles 海龟合唱团，是一首于1970年代称霸英美排行榜冠军的摇滚情歌。愉快的节奏及活泼的旋律使这首经典情歌有不少歌手及乐团翻唱，而今天即将以无伴奏人声的方式演出。接着第二首将带来的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国语情歌，由周杰伦填词谱曲的屋顶以及张惠妹的听海，一首叙述着遇到真爱的喜悦，一首表达着悲戚的心情，将透过合唱的方式让大家感受到恋爱中的五味杂陈。第三首歌剧魅影是经典音乐剧 The Fountain of the Opera 中的同名主题曲，由享誉国际的英国剧作家安德烈·洛伊·韦伯所创作。这首歌在描写着女主角克里斯汀被魅影带往弟弟的魅影国度，在弟弟迷宫中，魅影与女主角乘着船缓慢地划过弟弟湖，两人深情对唱，是一首十分具有戏剧性效果的曲子。那么就请大家一起欣赏222带来的美妙歌声吧。Dum, dum, dum, dum.
心情哼唱歌，只好到屋顶找另一个梦境。睡梦中被敲醒，我还是不确定，怎会有动人旋律在对面的屋顶。我悄悄关上门，这希望上去，原来是我梦里想出现的那个人。你那模糊的人，我们有同样的默契，同样默契，用眼神，用眼神，拍出来你的形状。Thank you.
持与付出，还有台下所有的观众的参与，请让我们用深深一鞠躬。